放上弹机。我觉得这个弹机可能大家看到我的时候，可能还是用手打出去的这个球，但其实这个球还是身体一定要为主，身体一定要收回来，然后用身体的力量，然后再弹出去。但回来的时候一定板型要亮，因为板型压的时候，可能你就接触这个球的面就比较小了。板型亮了过后，可能更能把球打实，然后再往前把球推入了，顶出去摩擦这个球。然后但是回来的时候手腕一定要有回，因为你没有手腕回的话，你就没有这个往回的这个力量，所以说一定手腕回来过后再弹出去，这样的力量才是最大的。但是你也要分这个球，可能节奏比较慢的球的话，你可能收回来，可能你的这个力量能够打出去比较足，但是球快的话，你可能就没有机会收这个手腕了，可能就身体收回来，用身体的力量多一些。所以要分清楚，大家一定要分清楚这个借力和主动发力这个两个球的选择。其实我刚才听了几个要点，其实你说的核心的东西，对吧？对，弹机，就大家不要压着板啊，因为这个生胶是不需要摩擦的，对吧？对，不需要摩擦，大家不要压着板去加摩擦，知道吧？我们要亮着板。再一个，回来以后我们不要去这么去弹机，知道吧？纯用这个大臂往前推，对吧？老朱说了。有一个这个手腕回拉的这个亮开以后是弹出去的，对吧？对，一定，特别是慢一点的球，可能你有这个空间才能打出去。对，有一个回拉，这么样力量才能出来，知道吧？并不是说这么去怼的话，这个力量都是死的，知道没有任何这种爆发力。对，这么去怼的话，可能分球只能说是借力的球，可能你可以去这么去怼。啊，对，人冲这么去怼。对，冲的球，或者是你们在对抗的时候，可能你能够两个人。你不能手腕太甩了，这样你控制不住球。但自己主动发力，一定要回手腕，有个回来再出去。对，然后还有一个，你说身体是什么？对，身体的话，因为身体一定是核心，控制。对，核心一定要绷得住，这样才能够很稳定的去击球。因为你光用手的话，可能你命中率就会有一些影响。用身体的话，人身体。肯定这个力量要比手大嘛，然后这样才会更稳定的去击球。大家听啊，核心的几点，一，老朱说你们的身体一定要稳定性，知道就身体不要散，稳定啊，集中。然后这个板型要亮，再一个有一个回拉，再弹击出去，对吧？对。再给大家做两个示范啊，来老朱再弹几个，给大家做个示范。大家看啊，我这个非常集中。我这个身体一定是先收回来的，球过来的时候你身体就要收了，收回来然后再往前出的话你才有这个空间。先收，你看再出，先收，收的时候我已经有身体这个力量，收回来出的时候球已经打跟那个过来的球已经合上这个力量。你看一收，你看球已经过来的时候我已经合上力了，复合发的时候我就已经收回来了，这样才能更好的撞击到这个球。你这质量真高啊！一定不能说弹的时候还要加摩擦。对，弹加摩擦的话，这个球因为深胶没有这个摩擦力嘛，所以说在上旋的时候加摩擦可能就更容易下网，而不像反胶加摩擦是加保险，一定要撞住了往前推着走。对，打深胶的就是，难度大就大在一定不能犹豫，顶住了就要出，而且要集中一些。你看我这个球。要是太犹豫了的话，出得很长，这个球效果也不好。因为你看我出得长的话，其实这个球并不能很集中，我一定出得短，就合上这个力量，它这个力量才是最大化的，能体现出来。大出的多就好。对，一定不是，一定是收住。而且这个球跟台面的关系，大家也可以去找一找，因为这个球你一定要借上台面的这个力量，一定球起来它就有台面有这个合力。身体合上这个力量，这个球质量才是最高的。这个、自己光靠自己发力的话，肯定是不行的。你看，球一来，合上这个身体的力量，球台面的力量和身体的力量合到一起，这个球的质量就是最高的。一定是上身的，这个点也很关键。上身的高点，并不是纯高点。对高点的话，你就不容易把球压下去了。一定对，一定要让它上身的时候，你就用身体的这个力量和手的力量去把它合下去了。
对，它往上，你往这合就力量才合上。它蹦起来跳到高点了，你再去合的话就合不上了，它就力量整个就跳起来了。对，深交可能某种意义上，对点的球，对点的这种感觉更重要。哎，你给大家做几个错误示范。首先第一个啊，我觉得大家最容易出现的一个问题就是板型太压了，然后总是想往前走。你看这个球板型压了过后再往前走，一定是打不了台子很长，往那边打的话打不了很长的这个质量的，而且别人转了过后你很容易打滑。所以说先感受一下这个，我压的话，你看我这样去，你看就直接就下网了，这一定是打滑的。这是反交的动作。对对，有时候大家都一紧张，特别是打深交的一紧张，其实有时候我也会犯这样的错误，一紧张了过后就这个面就太小了嘛，击球面小了过后是反交可能调节的空间更大一些，因为它有这个摩擦力，但是深交没有摩擦力，把自己就下去了。你看这球就容易过不去，这球就算过去，它的这个球也在台子的这块或者在这里，对，打不到自己的这个白线这个地方去。你看我现在再把板型亮起来，我再去打，你看是不是就已经到很底线很底线的地方，我都没有太使劲。对，大家把板型亮起来啊，这不需要摩擦啊，生胶。然后第二个就是我觉得大家其实我打球的时候会带一个这样的护腕，这样会固定一些手腕的这个晃动。啥是生胶啊？就是这个胶皮还没熟啊，它就属于生胶。其实目的就是让减少自己这个击球的时候手的这个晃动。因为深交最忌讳的就是在快速的这个对抗中，然后手腕的这个晃动，一有晃动过后，这个球你就不能集中的打在这个球台上了，很容易一晃球就乱飞了。所以说大家很容易，特别是吊位的时候啊，想发力的时候，大家就容易用手腕去打这个球，但是一定是先绷住的，这个手背一定要先绷住。看这个球乱晃就容易你看一晃，有时候就不一定会放到哪个地方。对，要固定啊，就不稳定了。对，就你看你自己打就不是很稳定，打这个球，万一用手腕的话，但是用手背先绷住了，打到球过后，你再加上手腕的力量，这个球就一定会很命中率很高的在球台上。手背吃住球了过后，再往前推。我靠，你这也太爆了，全是爆吗？就大家对旋转球的这个就是。球友们比如说拉的比较转的球来怎么处理呢？首先还是一样，这个一定不会变的就是板型一定是都是亮一些的，万一力压了的话，这个球就吃不到这个比较大的这个角度了，一定是先推住球过后然后再往前顶，再转的球我只要把球推住了过后往前顶一点，这个球就能摁得住。但是一定这个球就不是用手去找的球，一定是脚下去找球，球在这个地方，哎，脚到了，身体到了，用还是最重要的是用身体的这个核心，然后用身体的这个整个重心去压住这个球，去护这个球。你看我球，哎，对，你看福哥发到这儿，我其实手没有抬动，手只是一个感觉，防守一定是在最高速的时候去进行的，别人的质量那么高，一定没有那么多机会让你做出那么多动作来，但这个时候身体稳定，然后身体能到位，重心能够跟得住，这才是很关键的一点。你看球一来，重心找到了过后，身体有点往前的感觉，但是重心怎么去做呢？重心仰起来肯定是不对的，因为它球是往上冒的，一定重心有一点就是往前倾的这个状态。你要，因为你虽然是防守，但是现在其实没有说这种稳定的光去防守的防守了，一定都有这个向前倾的这个趋势。对，你要感觉我防守，我也是压着你在打，让对方没有那么多。对，你看重心压住这个球过后，你防过去的质量也会更高一些，而且你能够防住这个球，不管别人的质量多高，的命中率也会更高一些，这就是稳定。对，一定是身体和重心去压住这个球，身体压住去防这个球，一定注意这个点，一定是在上升期的时候就把球压住了。然后防特别转的球，其实还是有一种特殊，对待特殊球的一种防的方式，就是特别特别转的球，因为你推可能这个弧线没有那么容易压得住了，可能你就得像我刚刚说的不对的东西，用这个，所以说并不能说完全是不对的，对，因为特殊的状况要用特殊的方式去处理嘛。
然后特别转的球，你就可以把球防飘一些，因为它太转了，你就借它的旋转来处理这个球。那个，哇！对他讲的，他讲的是你们啊，老朱这两码失误啊，学的都是你们啊。对，可以。对他，你们都是这样的。对，就是实在是这个球你不太好推出去了过后，你可以用胶皮的性能，用手上的感觉去把它球防飘一些啊。我给大家打个比方啊，你的核心的意思，你先说还是我先说？你的核心意思是不是这个？就是如果我拉球质量不是很高的情况下，我拉成这种半高，你是不是就可以弹了？我就可以，或者是没有那么转，你也可以弹。对对 对吧？因为什么？因为弧线高于网，它可以直接去弹击。为什么他说那种那比较特殊的球，建议大家去这个贴啊，包括对，就是特殊的方式。为什么我拉这种球，它怎么弹击？我拉着就是过去以后比网还低的球。他比赛他这么发力对吧，他生胶本身没有摩擦，他去发力这种失误的概率会增加，知道吧？只有那种特别低特别转的球，哎，像这种球他就稳防。对，像这种特别低特别转的球，哎，他就稳防。如果说这种球，其实这个老朱就没有必要去稳防，他就可以随便发力了，知道吧？这种高于网的球他随便发力，其实这已经对吧？为什么他说那么防呢？其实就是跟大家减少失误这种概率，就比较转，再去贴。对，对，太转的球我就只能，因为它有旋转在里面了，我不好再去直接去弹击了，就只能飘一个这种球。对，所以大家要理解这个核心的意思，知道吧？不是让你们教你们弹什么球都要发力，知道吧？根据球这个不同来去调节。然后下旋的话是大家深交比较难的一个球，拉和弹击可能要结合。我觉得可以先教大家拉吧。拉球的话，还是需要板型一定要亮一些，然后把球顶实了过后，然后也要分借力拉和自己主动发力拉。深交可以拉球啊，可以拉下旋啊。边锋就会给大家去讲深交怎么去拉啊，下旋啊，这是遇到下旋的时候深交该如何去拉啊。别着急啊，老朱现在不想翻车，上来适应一下，拉几个高调先。大胆搓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大胆发。对，其实越顶的这个球啊，借着台面过后，对，借着台面的球，你其实是更好借上这个力的。所以说这个球就属于是借力发力的一个球。顶的球。对，然后板型，你看板型亮起来过后，你才有这个球。你才更容易去过这个弧线，然后才更容易把这个力量发出来。所以说一定要顶住这个球过后，板型亮了过后顶住这个球去了。对，你看这个球顶住了过后，你线一是这个弧线拉得更顶更长一些，二你自己在手上的感觉也会更好一些，拉成薄皮，拉成很转的这种球，但是没什么速度。我试一个啊。我理解的意思，老朱，你看是不是？就是拉这种球，就是其实还是把板型亮起来。对，如果说板型压，它跟反胶不一样。你看我用反胶的方式拉一个，纯加摩擦，我肯定要打滑。对，我用反胶这种，我纯加摩擦肯定打滑。对，为什么老朱说让大家亮起来呢？因为亮起来，你可以积在海绵上，你这么拉，你只能积在胶皮上。这种生胶是没有摩擦力的，你积在这个亮起来，你积在海绵上。海绵也会有一个弹性，有一个摩擦力，知道吧？大家把板型亮起来，就像老朱刚才给大家讲的，那大家再看一眼，它这个生胶是有摩擦力的，但不是说这个它不是一点摩擦力没有，知道吧？来，你过来，老朱，你看我讲的对不对？我想我在这儿看能不能看，来，你看一眼，老朱是不是亮起来一点，然后带一点顶，它就能。你看这个球，你看。你不是拉的是这个地方吗？啊，你要能再兜住它，因为反胶你拉这个地方就很顶了嘛，这球。但是你升胶的话，你再能兜住它一点底，然后你再往前顶的话，就撞得更实，你这个球就更容易拉过来。来，我再试一个。对，我再试一个啊。还不够，再摩擦厚一点。再摩擦厚一点。对，站太远了。对，要。加速拉，我用我自己的理解，加速拉，不，这个不，这个，说实话啊，生胶我肯定是不会打，但是我是用我自己的理解拉，就是因为老朱这种特别厚的方式，说实话我是做不到，
要加速。来，哎，这个对不对，老朱？对还是不对？你说吧。不，你就是你就作为学徒来说，我这个生姜我这种拉法对不对？哎，这我这个拉法对不对？你知道你这为什么好了吗？啊，因为你往自己往前站了半步，然后你能把那个球的力量合在你身体里去拉了，对。我感觉我好像推你是等，你是等了一下，反胶能抽透了过后有这个弧线，但深胶不能等。哎，对，你的这个肯定有吗？在这个点肯定就有，哎、对，在这个点有点感觉有。其实你看，你这样拉，虽然用你说你的方式，但其实看博格拉啊，大家看博格拉，其实它板型还是很厚的。不是，我这个不是用的我方式。不，我说没有，我说你自己这么去拉，其实你还是把板型和你这个吃球还吃得很厚去拉的。虽然你没有故意去把板型亮起来，但你这个球自己就有这个自然的角度，所以才能把球吃得很厚。哎，这好一点。哎，大家看，为什么防御池拉的差多了，拉的也还可以啊？是因为我刚给大家讲的是第一点，第一点是就只是说板型和手的一个感觉，但其实还有个很关键的点是身体和重心。他刚刚虽然说他的手就是不像博哥动作那么大，但是他的重心其实帮助自己用了一些力量，对吧？身体和腿都使劲儿。对，你看他，大家看他拉的时候，球一来，他其实就有一个转动，有一个转腰，然后球一过去，他哎，你看他自己用重心就帮他把这个弧线拉起来了。哎，这个球就是因为你虽然重心有摩擦多了，但是摩擦太薄了，摩擦太多了。哎，对，你看这个球，他用重心一拉，自然就起来了。你看球一来过后，身体中心下去过后，然后再一起来就有这个，一定要去合上这个力量。然后球一来，我重心就要有一个转动，我是左手嘛，然后你左脚的这个重心就要有一个往后转的蓄力的感觉，然后再出去才能拉出来这个力量。光靠手肯定也是不行的，只是可能一些一般的球可以打，但球快一些啊，或者球需要发力的话，就一定还是需要身体的转动再去拉这个球，才能拉出来这个。然后大家还要注意一点，就是下圆球不要手拿太低了啊，手拿太低过后，这个球因为现在可能很少有球是往下掉的，一般都往前冲的，然后这个球万一从往下拿的话，球一来你就只能往上掏，这个手掏的话你再去压这个，你板型肯定就没了，一定要拿起来一点去拉这个球。对，你看我手万一我往下拿的话，你看球已经到这儿了，我再要想掏我就只能去压这个球了，但我手就放在这儿，然后重心去直接身体去转的话，你的手跟这个来球它的这个上下的高度啊，这些就相对是一致的。对，那你一定是你肯定是对准了更好打嘛，一定不是这么胡打能够打得准，你肯定对准了这个球打得更实一些，所以我们上来的动作一定是先对实一点。对，你看这个球我就拉得，哎，这个拉得实，对吧？这个，一定要先对实，然后我再去拉这个球，对吧？这个一定手不要往下拿，拉太多。